如此，那我现在要请你们来去下载这个资料了。如何下载？首先，我的下载资料，这个页面，刚刚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拍，我都会把范例讲义放在这里。好，那密码等一下我会写在白板上面，请你们就先等一下输入这个网址，所以我现在就做一遍给你们看喽，HT 就是因为我给各位范例讲义是一个网址，所以就请打开 Chrome 浏览器，在网址的地方请输入。我刚刚这网址 goo.glyz，请注意这个 R 大写，X 小写，T 大写，然后 Enter。然后接下来这边有没有看到？接下来有看到吗？好，那这里范例下载，请不要挑错喽。这中间其实我就是。有一段很长时间，其实我都不跑出去外面上课，就是为了要写我这个论文。你有没有看到2月15号，然后范例下载，好，点选。那麻烦就是说，假设你有登入，你就滑鼠右键下载，可以吗？如果你没有登入的话，其实是点这个。这个图的左上角，它就会有一个下载的图示，就是我为了要跟你们一起做，所以我现在点下载，然后它就下载好了。然后这个一样下载，可以吗？请你们现在先去做这件事，取得范例。首先，请你们先打开 Chrome 浏览器。我们还是要教那个实物的应用，所以请各位去下载。可以啊，谢医生。不是，真的，我要赶快写完我的论文，该毕业了。美国都去了2趟。
记住，密码很简单，我每一个课程的密码都设定是一样，因为我只要让我的学生知道，我不要让网络上的人知道就好。听得懂吗？我已经告诉你我所有课程的密码，有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要知道，只有远在大陆的同胞啊，而且都是很好的学校的学生，才写信问题。北京啊，清华啊，这些，那台大学生会不会来问问题？有听懂吗？就是我暂时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没有那么多余力来去应付了，所以我就暂时都先只能用加密码的方式。不要用你下打开哦，因为我们要教 Power BI。好，继续咯。先借我使用画面。好，是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帮你看哈，我先往下进展，我只是要教挤压缩而已，可以了解吗？好，那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呢，你就直接第一打开这个档案总管。第二点，左上角这个下载里面应该会看到一个出口一个进口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都要讲，对不起，因为这都已经下载好了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一个我就直接，哎，对，你们应该知道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哦，因为我刚进行下载这个动作嘛，下载下来它当然放在下载里面。好，就是这个是逻辑性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滑鼠右键点选进口，然后挤压缩。假设我们点，就是你去做那个挤压缩，我想应该没有问题。然后请输入白板上我提供的密码，可以了解吗？各位看得懂吧？可以看得懂吧？这个四个字是什么？知道吗？不要讲出来。然后这两个字知道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字知道是什么？假设是连第二天的课程都是用第一天的那个，知道吗？因为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资料的最左边那个日期是这个，这样听得懂吧？有听懂哦。好，我还不打算要开放，那。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，就输入我这个密码，然后点选确定，是不是就解压缩，这样就有一个资料夹，对不对？